在眼里看到的不是一棵大树下有很多礼物，因为今天不是所谓的圣诞节。一闭上眼，你想的不再是永远无敌的机器人战士，因为一切都是所谓的故事。我都忘了小时候那段时间叫童年，也忘了挂一个袜子在路边等有你。我都忘了小时候下的蛋叫抱歉，你只拿着它拯救全世界。我都忘了小时候那段时间叫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 Minecraft， 卡住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 Minecraft 的多人伺服器迷你盒子啦。那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当然是继续参观我们的岛屿啦，是吧？然后哇，好多本啊。然后原本我跟大家说，那个我等盖完雕像，我的自己的雕像就结束实况了，对不对？上一集吧。就是就结束这个迷你盒子就完结，然后就不参观了，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我爬上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然后我们现在，有没有看到我已经盖完了？不知不觉就直接私底下游玩就不小心把它盖完了，对。原本我是说要盖立体的啦，但是材料这样会花很多，我身上的钱没有那么多，对，所以说最多只能盖这样子了。然后对啊，就是 2D 的，我已经尽量把它盖就是非常像了啦，尽量盖很像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有一点点 3D， 就是后面这边我有加一点那个咖啡色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粘土啊，对，把它看起来有点像立体的头发，因为它头发的部分等一下，忘记关到那个交谈设定了。OK， 就是它头发的部分啊，如果我不给它做立体的话，它会看起来很就是很怪啊。因为你看哦，等一下，我应该说这边这一块会有一个在后面凸出来的地方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它是分开的，它这个头发是分开的，所以说我如果不把它做立体的话，会看起来不像我的那个 skin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再回来看一下那个就是白天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先看一下那个参观书。我们这一集可能要用多一点的书了，先排一下。我一次拿四本好了，好了，然后把这个挪过来，避免人家要投书的时候会提前挡住，就是书它会从前面开始摆放，我怕说被插队，所以现在先调一下。OK， 那我们首先先看这个。JA 开头的人，尼亚斯大大，我长期观看你的影片，希望你能来参观我的岛屿，拜托。OK， 如果我再见，我会为你敞开大门。OK， 好 ，OK，JA 嘛 ，JA 开头的，我又忘记把那个打开了。JA 开头 ，JA， 然后按 Tab 键，你可以搜寻他的名字，就是搜寻看有没有谁的名字很像。好像没有他的。ID 啊，他是哪个 ID 啊？等，我乱掉，等一下 ，JA43 有吗？没有这个人啊，传点不存在啊，你没有设传点，我要怎么传去你家啦？大哥，喂，你没有设传点啊，我要怎么，你连传点都没有设，我要怎么去你家嘞？好像又多了，不对，我是要 JA 啦。你连传点都没有设，是这个人吗？看起来应该不是啊，这个才刚盖没多久的感觉。然后看一下这个吗？不对啊，这也不是啊。老兄，你没有开传点，所以我没办法参观你的家。对，所以说请你下次可以，你可以再投一次书啦，但是请一定要开传点，你不开传点我没办法参观啦。
这先留在最右下角，然后再来是下一本 Jason， Jason WCS。我的商店有五层，我有刷雪游戏和打雪战，如有问题欢迎教导，欢迎教导啊！哦哦，教你就对了哦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啦。OK， Jason 啊 ，Jason， 我看一下有 Jason， 哎不对不对，哎 ，Jason， 哪一个 Jason 啊？那个吗？不对，他是 Jason WCS 是吗？APP 原曲哦，就这个哦，来了来了 ，OK， 这个就是 Jason 的，然后有卖各种东西，不过这哎，这好像是史莱姆球哎，然后石头哦，兔子的害的是腿吗？我有点忘记了，然后这凋零骷髅的头颅，然后这个烤鸡肉，烤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白色羊毛，烤牛肉吧，这应该是。好，其他应该就不讲了。然后这个是哦，岛屿保护。这里有地狱本啊，大家可以用吧。40 money ban love yen by xc 22 d n w 40 money 啊，看不懂，真的捐献的吗？这个是耶，又是史莱姆球，鸡蛋。泥土那个我忘记了，然后精力吗？这应该是精力吧。Nether 就是羽毛，没有了。OK， 他说商店有五层啊，啊，这边，看一下这边有卖什么。Park， 哦、啊，烤肉绝不能少，五花肉哈，不太懂。荧光石 ，OK， 金锭，铁锭，刚刚那个是金锭，不是精力啦，讲错了。好，然后这边这是什么？藤蔓，甘蔗 ，OK， 鸡蛋，哎，怎么又是鸡蛋？石剑，史莱姆球，木头，不知道什么木头。中介珍珠吗？还是中介之眼？我觉得应该是中介之眼，应该是啊。哎，可是中介之眼不可能啊，应该是中介珍珠吧，我猜的。这应该是抽奖的吧？将纸放入箱子，哎，箱子里兑换钱，我没有来放进去啊，他不给我放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，这边是他操作的地方啊。OK， 那我们出去逛一下吧。我记得这个岛不是很大，因为我有稍微来这个岛，好像是买东西还是干嘛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啊，对，就是哎，对，就是这个岛。它这边有很多的地狱疙瘩，这就不参观了，因为它盖还蛮大的。哦，为什么岛上会有怪？太不安全喽。是啊，那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也是游泳池吗？还是未来要种啊？应该是鸡蛋，它会把鸡生在这个水上面，然后它就一直飘嘛，飘。之后呢，鸡蛋一生出来，然后掉下来，它就会往这个方向流啊。如果他在这边再放个漏斗，鸡蛋就会一直不停的生，玩家也可以捡鸡蛋，这样应该是这样。然后这边应该是他自由建造箱子之类的东西，然后这个应该就刷怪塔，砍一下，不捡了，不捡掉了。然后这个是干嘛？应该是瞭望台之类的吧，我猜的啦。OK， 然后哎呦，不要吓我。然后这应该是养动物，可是动物不知道跑去哪。然后这个就是可可豆不用讲，然后哦，他居然有那个哎，啊，他应该哦，他有用冰的那个生态系统啊，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，就是这个设定岛屿，哎，哦对，只能在自己岛上做，这样做啊，就是设定岛屿的生态系，你就可以设定成雪地啊、沼泽啊，啊，我是目前还没有设定我的那个生态系啊，然后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哦，这个是。铲石机啦，鹅卵石铲石机啊，不对，这是石头铲石机哦，完整的石头。然后这边是钓鱼水池吗？哎，可以跳上去，这是干嘛？哦，不懂。啊，这个嘞，过不去，好，对不对？过不去，好。这也上不去，哎，这个是干嘛？哦，它有底下，
等下我们先把上面才关完再说好了。然后再来，这个是一个小型的跑酷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跑。哎，那怎么把它盖掉了？还是说是从这边？哎哎，可以哎。哎，为什么可以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这边的栅栏我都跳不上去，为什么这边上去？好奇怪啊。OK， 我可以从这边开始跑酷。嘿，嘿嘿，哎哎，掉下来了。好，不跑了，这不是重点。跑上去据说有奖励啦，好像岛主在才会有。然后这红石系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然后这边是打血战的地方，好像。可是打血战要怎么打？又不会扣血啊？要把敌方的血人杀死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我猜的啦。嗯，有兴趣可以来玩。然后再来这个是挖，哎，这过不去。这个是挖那个血的，就是它下面有2到3层的血，然后你要一直挖那个血来让对方掉下去，然后你就赢了，这样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这边应该都三关完了，那我们就下去吧。哎咻，嘿，我的，哦哦哦，我差点摔死，好恐怖哦。OK， 这边是箱子跟合成台，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应该是也是铲石机吧，应该是。好，我们继续下楼吧。这边好多怪啊，那边应该只是放一些石头，应该没什么用啦。那应该参观完了吧？而且为什么我这样快速下楼梯也会生气啊？哇哦，终结使者你好，啊，就跳了。哇，哎哎，我杀死他了，耶，终结珍珠，好赞啊 ！OK， 我先回倒一下。Let's go. OK， 我放中介珍珠，赞。然后我们来啊，对，我这边也有盖一些那个，就是这个叫做，我忘记这个叫什么了，石英啊，对，石英砖，我盖了一些石英砖。然后我的烽火台也有盖一些那个，就是矿物的砖块。钻石砖也放下去了，金砖、铁砖也放下去了，现在剩2、4、6、8个矿物砖才可以再用第二层的那个效果。打了个嗝，不好意思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放上去的话，它岛屿等级也会增加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几等，我现在154，我可以解那个任务了。那个叫做那个，我看一下这边成功的匠师有了。他获完成奖励会有一个钻石、20块土跟两个金砖，哎，好赞哦！耶，两个金砖，我们来放一下，金砖放这里好了。OK， 然后我们获得150元跟150个经验值，然后我们把钻石放进去，钻石我也拿去合成那个啦，那个钻石砖，所以说剩下的钻石很少。骨肉棒进去一下啊！哎，怎么谁那么好心帮我刷唱片啊？20块土先放在身上啊。OK， 那我们参观下一个人，这个是 XIAO 的开头的人，欢迎来参观我的小岛。OK，XIAO，XIAO，XIAO。哎，是这个人吗？哦，对，哎，为什么都有 PVP 允许？这样有点恐怖哦。OK 啊，这边是鸡蛋。这个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这是附魔书吗？他没有讲是什么。铁锭、钻石、腐肉、金锭、绿宝石。OK， 然后这个是哦，烽火台，然后它有蘑菇房子，哎，这跟我之前的有点像，不过它盖的比较赞。这可以让人出去吗？是要让人自由出去的意思吗？啊，不管了。它这个延迟。那这个房子啊，超赞的，因为我之前是盖这样，然后这个香菇有把它再往下挪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放房子，然后底下是用木头盖。可是它这个是直接门是这样子，这样感觉还蛮酷的一种造型的。然后这是神怪塔，就不讲了，这些不讲了，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啊这里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底下，等一下再下去。然后有青金石，哇，好多青金石砖哦。还有钓鱼水池吧，还有水，还有动物，哇哦，牛跟猪。虽然我有牛蛋跟猪蛋，还有羊蛋，但是我目前还不想要，就是放出来，对吧？因为暂时没有用啊，对我来说暂时没有用。
而且牛我已经有啦，没有放牛蛋的话，之前有放过一次啊。然后这是雪人，然后再来再看，哇，对面好高级的感觉啊。然后这边有地狱门，然后这边应该没什么，然后我们先上去好了。啊，这边看一下，啊，进不去，应该是他家啦。哦，有一个可以坐的地方，啊，休息一下，好，继续参观。这可以进去吗？啊，没有，是应该是他还没有铺完，他把那个南瓜放在那个盔甲架的头盔上面。好，我们先跑酷上去啊，这边有一个跑酷。喂，有了，上来了。然后这个要这样子好了，那我这样子就可以侵入他的家里了。哦，他是跟人家合岛啦，所以说有三张床，然后这边有唱片机、雪球，他有分类，这样才可以放。这边怎么会有一个 Will 卡？是不同船点是吗？不同的人放的船点，所以不一样这样。OK。然后这边那边看起来像水池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跑酷，想测验我的跑酷是吗？嘿，我的跑酷没有很烂，但是也没有很强，所以说这一点的难度还算可以成功啦。不过那上面是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。这边有什么吗？嗷，这边有东西吗？这是深怪塔 啊，这边。有东西吗？看起来没有啊。而且这个藤蔓是下去哪里啊？下面有东西吗？怎么啊？这个 STSA 获得50元，这50元是他自己花的钱，因为没有人买彩票。OK， 那我们下去吧。看一下底下有什么。农作物的部分，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，没什么好讲的啊。然后底下还有岛吗？应该是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回去咯。好，回去吧。我现在需要点食物啊，然后顺便放一下泥土。我泥土还有啊，只剩20个了。我来烧一下鸡肉。有，昨天晚上有烧。OK， 我是正面 SNNAN， 然后我先关掉正面这里。可以来参观我的岛屿吗？可以啊。OK。我又关掉了，不好意思。Is warp SN 吗？啊，对 ，SN 不是 SN 啊。想什么？来哦，往二楼，然后看一下这边是西瓜哦，它都打出来了，还蛮方便的。苹果，这边还有卖苹果，好酷哦。欢迎参观。等一下。为什么我可以？它应该有设定可以踩压力板。这边什么？红蘑菇饼干。三楼餐厅入口啊，餐厅哦。这餐厅怎么没有桌子？点餐厨房，我的好 ，OK。用餐区这个是点餐的地点，不是用餐的地方。我想说，怎么那么简陋，连张桌子都没有？原来如此 ，OK。那这个盖的还算不错赞哎，赞哎。这个其实如果你的地板啊跟椅子可以换不同的木质的东西，或是用其他的颜色来搭配会更好，因为你现在整个就是都是用鹅卵石嘛，连椅子也是用鹅卵石嘛，除了桌子之外，其他都是同样颜色，会比较单调一点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有更多好一点的资源，可以试试看改造啊。当然不一定要听我的啊，我只是一个参考建议而已。如果你要省资源也是 OK 啦，对吧？我也不强迫哦。好大哦，你的岛屿还有箭塔这看起来像箭塔，酷！好，下去看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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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出去吧。啊，这个是赞助箱啦，就是你可以丢东西给他，应该是这样。蘑菇牛，免费的蘑菇汤，然后农地，然后空地不知道干嘛，然后村民。这应该是村民住的地方啊，可是村民的啊，可是村民的，村民该不会掉下去了吧？没有，应该是他先建造好，然后到时候让村民可以进去的地方。OK， 然后种树区水啊，它也是雪地地形的。然后附魔台，然后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岛屿保护，这个是。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我看不懂。
不好意思，这个我看不懂是什么东西。然后这应该是一般的水池，然后这个是种蘑菇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干嘛？为什么要树叶摆一圈，然后盖住这样？有点不懂意思。然后这底下应该是有一个空，有一个空间的。好，应该是它用来烧东西、做东西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应该就是养动物，哇，彩虹羊、牛、猪、鸡 ，OK， 僵尸。为什么你的岛位有养僵尸？为什么？死掉。然后这边看起来是游泳池吗？还是钓鱼水池？而且插这么多活盘，你不觉得累吗？插个几根就够了吧？应该不用插那么多根吧？然后这边看起来应该是他们的房子哦，感觉有点像。哎，好像又不是，因为它看起来很简陋，不过这个外形看起来还不错看。你很有建筑地图的天赋哦，感觉不错，很赞。然后这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你的岛上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让我忍不住想探索一下？这个是水电梯吗？不过这个水电梯功效有点低耶。你可以用个告示牌，这样挡掉一些水，这样才不会游得比较慢。然后这个是制作东西跟储物库吧，应该是这样讲。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他们特殊的一些储藏物品的地方。然后楼上好没什么东西，然后这边有跑酷哎，等下跑一下，我先上去这边看一下是什么，食物先拿出来，不然会饿死。看一下哦。OK， 录影没有问题。看一下录影，怕录影有问题啊。然后这个看起来也是一个简陋的哨站，就是如果你有玩《世纪帝国》的话，你大概知道就是那个哨塔，就是敌人来进攻的时候啊，就是他会告知你，但是他没有防御能力，就是一个发现敌人用的东西而已啦，是吧？这应该是一个大型的水池，但是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OK。这边也可以下去 ，OK， 然后我们下去吧。这边看起来没什么东西哦，差点走错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类似箭塔的东西了。然后他要跑酷一下，这么爱盖跑酷，这让我想到上一集我好像说有一个人，不对，好像是上一集吧，还是不知道是哪，应该不是上一集。这让我想到有一个人，因为我不盖跑酷，就说我是因为笨，所以不盖跑酷。我只是懒得在我的岛上盖这些飘来飘去的东西，感觉对我来说，我不喜欢我的岛有点乱乱的感觉。虽然说很实用，没有错啦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尼亚斯我的岛啊，就是直接整个方的，不可能会有这样像这样凸出来的东西。有啦，是有那个这个是这样，不对，这应该不是这样的。是有那个这个干嘛 ？Level 2啊，还要跑啊？好，我跑。这就是怎么讲？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我的那个岛屿就是都正正方方的，没有突出的东西。除了说你们观众来我的岛上的那个招待室有没有？那个必须要突出来，因为我要盖多余的东西，不可能全部东西都在同一个走道上面，所以比较有困难，我才会突然突出一个东西来。所以一般来讲是没有的啊，好吧，这个应该可以爬梯上去啦，不一定要跑酷。我为什么一定要跑酷呢？笨笨的，没办法啊，我是娱乐台啊，我是技术台，怎样？咬我啊，笨蛋！这边是储物库吧，应该是。然后这边有草地、仙人掌，还有什么吗？没有了。这底下是OK，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快速可以跳下去，而且又不会损血的方式，例如水池之类的。没有，居然一个都没有！天哪，水池都好远啊！天哪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。啊，那个看起来比较近哦，跳那个好了。耶，成功了，差一点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要女巫哎，不要理他。啊，这个是商店，远离他，走开，他一直不停喝那个补血药水。这地方是悠悠控啊，
别人的家是吧？哦，不给进。哎，好大哦，好大一间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进去打扰了。这一层应该都参观完了，楼上应该也参观完了，然后这边不给进嘛，然后那边也没什么东西看起来，因为都进过了吧，对吧、啊？然后这两万牌 也进过了 ，OK， 那我们下去吧。我记得下面还有一层，入口在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哎，应该不是，让我想一下啊、哦。入口，我记得刚刚有一个入口，有一个可以下去的入口，在哪里啊？记性有点差，我记得会有一个爬梯之类的东西，不是吗？还是我记错了？啊，应该是我记错了，那应该是刚刚另外一个导游。我看一下楼下有没有东西。好，没东西了，那正式参观完了，那我们回去吧。OK， 那这些书就先放这里，这是参观完的书啦。那刚刚那本就是没有开船点的，我就先留在这边。避免说我把它放到那边，我误以为我已经参观过了。哎，我看一下录几分钟了，现在录24分钟，应该还可以再参观一本啊，所以我们再挪过来一下。我觉得我这个参观的留言书截止日期到那个9月底好了啦，大概9月底，可能9月2829或27、28、29、30左右其中一天结束，就是投入书的部分，就是这样就可以比较快完结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观的话，赶快投书。那参观过一次的话，就不要再投书了，我就不会再参观过了。对，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我参观的话，你可以给我权限，或是不给我权限，你只要把门打开就好了。就是箱子的话，你可以全部锁箱，没有关系。对，因为我不会去翻你的箱子。OK， 然后这个是 Jess for Jess 什么东西的，然后 for Studio Nias。安尼亚斯，你可以参观，希望你可以参观我的岛屿。这我的岛是和我弟建造的。我在线上，我就会让你参观我的岛。通常我不在时，有可能会开门，有时不开。希望你能参观。若你没时间，可以不参观。我是你的粉丝哦，好，谢谢。上古纪元也希望你能加我的好友。我是你的粉丝，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遍。好，若你能在假日时来我岛参观会更好。可能没办法，因为像这种伺服器的系列啊，它假日的部分人数最多，那我的网速会不够力。然后就很延迟很那个，所以我通常不会在假日实况那个多人的伺服器。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你的名字啊？你是什么 J O 吗？哎不对，J O S 啦 ，J O S J O S 那个有了，哦有了，哎开的开放的。然后这边有面包哦，这边一目了然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就 OK 了。好，然后后面是干嘛？一个小房间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用，有点怪怪的哦。好，上去，哎，熔炉在那边，还蛮大的耶。那为什么每个人的岛屿都比我大的感觉？农田、种树区、水、钓鱼池吗？然后这个，这是另外一个人的岛屿，更大，应该是钓鱼水池啊。然后哦，用雪建造的房子，酷哎。然后这边有一匹马耶，哎。我要骑马，哦，不可以骑，好。然后这个看起来像雪屋，哎，好酷哦！我可以坐进去，对不对？好酷哦！哎，我这样就可以出来，哎，太酷了，太酷了。那、啊、这个是干嘛？好，不知道。然后这应该就是神怪塔了吧？对吧？暗迷猫，哎，应该不是啊，它上面堵住了。啊、再看一下，哎，这应该是一个类似灯塔的东西。用火焰，我有吓死人。然后这边是三只牛，一只小猪。哎，怎么不是三只小猪？童话故事。这个哦，这个是铲雪区啦。然后这个又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发现我的观众一堆岛上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什么用处？还是说我了解太少了，对麦块了解太少，所以我不知道那到底什么东西？这什么啊？为什么它会盖成这样？好吧，看不懂。这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为什么一堆奇怪的东西？然后这看起来像溜冰场或是滑雪区啦。哎，这么快就参观完了？啊，等下我看一下这上面是干嘛的。哦，小鸡的生鸡蛋场啊，产鸡场。这个有岛屿保护就不能看了，我们稍微偷窥一下。嗯，好 ，OK。地狱门，然后应该没了吧？我们是要去看一下楼上有什么好。没东西，哎，等一下，
那边那个屋子是这？哎，这边怎么有一张床？这个屋子是干嘛的？啊，我看不懂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这边的话我还没有往上看，搞不好它会有一个入口之类的。哎，没有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底下好像有一个黑黑的东西耶，那什么？是不是岩浆跟水往下流的时候一直产生的一堆石头啊？你们是用这样来充等级？嘿嘿，阴谋都被我知道了。好啦，再上去吧。那应该看起来没什么东西啊。哎，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是深怪塔，可是怎么盖得有点奇怪？可能是比较不同风格的深怪塔啦，对吧？OK，在楼上还剩一个建筑。这个建筑看起来像一个小屋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这是干嘛？祭拜的地方吗？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庙，土地公庙。OK，下去吧。我记得底下还有那个岛屿没有，还有地方可以参观。这里，你们盖好多东西哦，盖好大哦。这什么？再下去一下，有僵尸哎！你们岛屿也太恐怖了吧！哎，这是谁的岛屿啊？这应该我没有看到的东西。走开！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装饰品。OK，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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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我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一个爬梯的部分。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这个是什么？信仰之跳吗？前阵子玩，哎呦，没有吃住。前阵子玩那个Bingo SC 的刺客信条，刺客教条，信仰之跳。哎呦，这边也不太知道，哦，怎么又有僵尸啊？你的整个岛屿都是神怪塔就对了。OK，不理他。我们从这边，哎，这边没有上去的地方，哦，走开，拜拜。哎，骷髅，哎，你的岛屿有点恐怖哦。好，继续下楼。真的好大哦，水池，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，这是什么啊？雕像吗？装饰品吗？应该是哦。然后这边有树，树叶，这看起来像丛林树嘛，还是什么树？然后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继续往下走应该就知道了。往下走的话要怎么走啊？这里有下去的地方吗？哎，好像没有爬梯可以下去。哎，我刚刚是怎么？哦，我是从这边上来。然后我们从这边下去之后，有一个房间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哦，然后房间旁边都有一堆怪，还有苦力怕，然后这个进不去，然后里面看起来是一个喝茶的地方、休闲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有一堆怪，还有水池，还有雪人，还有未知的房间，还有哦一堆骷髅弓箭手一直攻击我，我已经快死了，走开，走开。我没食物了，吃腐肉，轮到要吃腐肉，真的太惨。这什么？哦，哎，哦，这个是一个装饰的商店，如果你来的话，他会卖你食物，就对，应该是。然后这我不知道又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一堆奇怪的东西？哎，你可以透过这边过去的样子，应该吧？应该是不行吧？我看一下底下有没有，哎，底下还有路，哎。还有岛哦，对对对，什么店底下哦？怎么还有怪？喂，你这个岛屿也太恐怖了吧？底下有路吗？喂，底下没有路了，等一下，好死了，好回家吧。腐肉放进去一下，我先放到我的那个神怪塔里面。OK，然后 is go，这个呢放过来这边，参观完毕。我们这一集参观了一二三四本书，然后还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本书，所以说大概这边的书大概一集两集，大概两集到三集左右，哎不对，三到四集左右就可以参观完这边的书。那如果有新投入的话，可能要再花更多的时间。所以说就是9月底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这个就是参观邀请书的投资箱子关闭了，对，然后。
所以要参观的尽快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等我参观完结之后，我就会开放整个岛屿，就是把这个打掉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自由到处看一下岛上有什么东西啊。那应该到时候商店跟那个挂机室我就会关闭了，因为就没什么用了嘛。对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我想一下有什么，到时候我在岛上再建个什么东西好了。然后现在啊，因为我的岛屿的挑战几乎全部完成了，应该说全部完成了，只剩最后一个这个大天神1000等，我觉得破这个要等很久，所以说我就不破了啦。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大部分应该说全部的任务都破了，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。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破的话，可以参考从我第二季的第一集开始参考 S2EP1 S2EP1 开始，大哥刚刚吃饱 S2EP1 开始参考，那个是我第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是怎么盖的，怎么弄的，大概参考一下你就会知道怎么赚钱啊，怎么就是怎么去怎么去建造岛屿啊，对，怎么破任务啊，你就会知道了。所以说就是不用再有些人问我，你看我影片基本上我都会教你怎么去破，虽然说我的那个破的方法不是最快的，但是至少是比较好懂比较简单的破法，就是有一些破不过的就花钱请人家破，那花钱你没有钱的话就是去赚钱，赚钱的方法我也有讲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从我第一集开始参考，就不要再问咯。然后饱食度已经剩又饥饿了，所以等一下要烤鸡肉，就先这样好了。然后东西先放进那个商店区，鸡蛋又爆香了鸡蛋又爆香了，真惨。然后这边我会卖那个羽毛，因为那个叫什么？没事，因为那个叫什么？我想不到。墨囊他的好多怪啊！墨囊他，我要拿到墨囊的话，一定要钓鱼嘛。那个破的太慢了，而且墨囊太贵了，所以说我最多只能卖那个羽毛，墨囊的部分不够，对吧？所以就只能这样啦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一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团赞，或是看一下其他团体的有趣实况哦。那我们早上了，等一下夕阳吧。那哦对，顺便在这边等夕阳的时候，顺便跟大家讲，不对啊，它是太阳要下山了啊，好吧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如果我有开放岛屿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反正就是这样。我们去后面一点看好了，感觉比较看得到头部的样子。有没有看到头发应该很类似啊？稍微参考一下，有没有看到头发应该很像，对不对？这样比对一下，有像了吧？这是我在单人盖过的地图啦，有参考单人盖的地图，有没有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像哦，有像哦。除了那个粉红色羊毛，有没有脸部这一边的东西有没有粉红色？这个盖的不像，因为我找不到类似的颜色啦，所以说只好用那个粉红色羊毛代替。对，好，那我顺便带大家看一下我单人盖的 skin 制作，我有用了很多那个不同的方块去盖，立体的话就是长这个样子啦。但是可惜多人没有那么多的材料，我会努力盖，这就是立体的样子，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这边是左边耳朵的部分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应该看不到左边耳朵，有点困难，对，有点困难。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到左边耳朵？好，看不到，算了，我们直接看后面好了，后面应该有像啦，有啊，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后面的它这个没办法盖到完全像啦，所以我是尽量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，也有点像，对不对？两个空格，三个空格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像了吧？这样有像了吧？这样有像了吧？有像了吗？我一直讲废话，对吧？应该是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这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团跟赞，或是看一下其他的有趣实况。那我剩下是记得连尼亚斯的粉丝团跟赞，或是看一下我的实况粉丝吧。那你就会知道我什么时候上什么实况。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，大家拜拜。讲的还蛮快的哈，拜拜。
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，但是他失败，渐渐的快放弃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友情不在，他完全的被当怪胎，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。我都忘记了追梦的那种感觉，努力去做永远不对，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。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努力表演永远不学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，流着泪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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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他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，但是他失败，渐渐的快放弃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友情不在，他完全的被当怪胎，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。我都忘记爱音乐的那种感觉，也失去了完美机会，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。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努力表演永远不学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，流着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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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